听看看他们无声战斗少女转大。
血哦，天哪！把我们搞到眼眶红，真的，真的，我觉得很久没看到这么纯粹，然后我们一起共同完成的表演，我们就是开心，我们就是热血，就这样而已。等一下，满满赛后，我们要专访一下粉丝，真的，真的，哎，这个推推推，太令人感动，哦哦哦，嘿。要往前往后，而且那个默契，整个表演完哦，最累的是应该是他们，对对，所以他们每一个点都很清楚，什么时候要叫什么。而且啊，可能是因为宪哥女儿比较多，哎，我看见他们这样表演哦，心是很有感觉的，然后觉得啊，这如果是自己的小孩的话，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，为生命在奋斗，而且他里面那个歌词很正面，竟然就写到宪哥。爸爸的一个心理有没有看到？你长那样好丑，表演动作好别扭，尴尬互动太刻意装熟，都在讲露露无聊。不是，没错，没什么聊，好像也没更多，不如就笑着接受。来来来，我要请听听他们有经历过这一段吗？这个被人家批评的这种感觉，对不对？你先跟大家打招呼一下，对对对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少女转蛋。那个情况啊，挫折的状态是什么？其实我一开始就是跳比较韩系的，就 K-pop 的风格的舞路线。对，然后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舞台，所以就尝试日系的偶像。因为一开始太韩，所以大家会有点排斥。但我后来就努力的了解一下这个文化。所以真的有人因为你很韩，然后骂你这样吗？有，蛮多的。我跟艾莉都一样，有这样吗？有这样的状态。对对对，你等于说人家骂你，然后你才拖一个下水。不止我，不止我，还有他，好像还有，老师不是我偷的，他也有，他才是，他也有，把别人拉下水，骂他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人家批判批评你，我比较粗枝大叶，我常常被骂，然后我不知道哎。哦，反正没关系，反正没关系，对，认的笑骂都无所谓啊。你呢？你呢？我才刚开始，说说你婴儿肥啊，或者什么？会。但是你是最小的吗？你是忙内吗？偏第二小，那最最小吧？最小是什么啦？哎，最小的今天最小没来，没来，你是第二小，对，今天是我第一场表演啊，真的吗？我拉你第一场就能台湾第一名的综艺节目，你今天开始准备红了，大红大紫，好可爱哦！你刚加入没多久就对了。我们是二期生，然后我是学姐，我也是二期生，但是还没有被骂，就还没有出道，还没，还在等就对了。你是打算说很快会被骂？也没有，没有啦，不会啦。其实大家粉丝都蛮好的吧，蛮温暖的，蛮健康的啦。好，能不能聊聊粉丝？有让你觉得我感动了。之前刚开学的第一天，我是有遇过比较 crazy 一点的粉丝这样子，然后我要去新的学校报道的时候，我就走，然后就想说，哦，好像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然后会看到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跟我打招呼，就啊嗨这样子，然后我就嗨你怎么来了？然后他就说，哦，我来陪你报道了。他就要陪你一整天吗？对，原本是想要这样。其实我也很好奇，因为你们跟粉丝的互动这么亲密，但是那这样子界限应该怎么划分呢？对我而言，我觉得没有所谓的粉丝跟偶像，在我眼里，我就觉得说，哇，大家都是好朋友这样，都是好朋友。对，先看一下周边，他们有周边吗？少女转蛋，来，所以他们就有扭蛋，就是扭蛋机啊，真的可以投哦。对，扭哦，这样子就有是 C， 对，然后像这个 C 呢是这个，对 ，A B C 就是指定成员签绘版哦。对，我们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的奖励，对，特点券，然后特点券就是买我们的牌卷，再跟我们合照，如果有到一定的数量，比如说我们就是10张，然后就会送我们的特点券。然后这个亚克力立板是呢，这是香蕉嘛？不是。也不是香蕉了，哪有香蕉？一样的，一样系列的啦。对，现在这个很红哎，就是韩国也很红，日本也很红，就是你粉丝到哪里去吃饭都要这样摆一个，然后我们一起吃饭的感觉，对，这样很红。是这样子，这个像我家里也是这样。
对，哦，对，那因为我爸爸冥婚嘛，我没有吃饭都要摆一个，妈妈请吃饭喽，啊，碗筷要摆好，哎呦，那个是这个维持这样的一个传统啊，但是现在流行是流行这种偶像小小人物哦，很棒，还有很多衣服也做得蛮漂亮。这个是我们二代的衣服啊，这是我们一代的哦。那你们多成团多久了？有一代、二代了啊？我们其实呢，我们一代的成团是一年了这样子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说今天我们来的话是两个一代的，对，二代的，对对对。是为什么叫少女转蛋？对。你是吃扭蛋的意思吗？是日文吗？对对对，就是扭蛋的意思。哦，是也是扭蛋的。对，我们就是每一个少女都是一个一颗蛋的感觉。对对对，你今天扭蛋不知道扭到谁。对，哦，随机，对，随机抽取，对，看你扭到什么。好好加油，好不好？我们期待你们再一次的往更高更远的地方飞翔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少女转蛋，谢谢。